注册是 Internet 中用于解决地址对应问题的一种方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及域名注册管理机构需对申请人提出域名是否违反了第三方的权利和申请人的真实身份进行核验。每一个相同典型域名中的二级域名注册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但不同顶级域名中的二级域名可以相同。例如百度这个二级域名曾可以在.com 中注册，也可以在.cn 中注册，也可以在.xyz 中及其他多种顶级域名中注册，且每个域名都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因此在网络上，域名是一种相对有限的资源，它的价值随着注册企业和个人用户的增多而逐步为人们所重视。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域名所具有的商业意义已远大于其技术意义，而成为企业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代表了企业在网络上独有的位置，也是企业的产品、服务范围、形象、商誉的综合体现，是企业无形资产的一部分。同时，域名也是一种治理程序。域名注册早期很多都不是实时注册的，直接提交域名注册查询都是实时结算、实时注册成功。这种实时性主要对应越来越严重的域名抢注现象。域名注册的所有者都是以域名注册提交人填写域名订单的信息为准，成功24小时后即可在国际 ICANN 国内 CNNIC 管理机构查询 POS 信息。POS 信息就是域名所有者等信息。